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各注第880页，第一行看起啊，课题对显净慧解劝32品到42品啊，这一大段呢有10品经文，分为2个大段啊，定一这是戒，32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，我们曾经多年来把它列入纨绔必读的经文啊。这个戒第一小段是劝啊，劝里面又分3小段，第一小段令智净慧啊，它有两小段，第一段显净土妙，劝导往生经文，重视对净土的认知，我们对它认识，我们对它明了，目的是什么？劝往生根就扎稳了啊。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极乐世界稀有的庄严美好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不能比的，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从自性当中把究竟圆满的性德显示在这个地方啊，让大家来看，谁能看到？化身菩萨看到，二乘全教只是听说没有见到啊，现代人重视
要见到了才相信，不是亲自见到的很难接受，纵然接受或者是接受很多年，实质上还是半信半疑，对于往生净土的愿不确啊。当然往生的人就不多了啊，所以古德常说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很少啊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以台中莲社为例子啊，不谈别的道场，自家道场，老师常说，不止说一次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，念佛同修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不过三五个而已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念佛能往生的，占念佛同学当中万分之三五啊，万分之三，万分之五，这是六十五年以前啊，李老师的麾下，我有幸参与。那六十五年以后的今天，你要来问我，一万个人念佛，有几个能往生？我老老实实告诉你，大概是一两个人。六十五年，有三五个人，现在只有一两个人。为什么？善根福德，跟一家子以前的人比，退转了，比不上那个时候人了。这种实际的状况我们不能不了解，那我们要怎样真正保证自己的往生？第一个，对于极乐世界要有详细明了认知啊。第二个，要有坚定的心愿，真想去，想到什么程度？时时刻刻想去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，这不是消极，不是逃避啊，在这个世界要随缘度日，帮助一切大众，有缘要尽心尽力去做，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好事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。为什么？为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品位向上提升。往生的条件，记住，真心切愿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一点重要。
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高下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，那是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关系品位啊。那我们要问问莲池欧耶大师，这是明末最令人敬仰的两位净宗大德啊，这些人都通宗通教，邪密圆融，不是一般大德啊，他们的著作留下来了啊，莲池大师的全集，欧耶大师的全集，欧耶更是著作等身。啊，我们跟着他们走，接受他们的指导，不怀疑。不懈怠，认真努力啊，依教奉行，那就是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会漏掉啊。啊，下莲居老居士对于末法的敬宗有最伟大了不起的贡献，那就是将五种原译本汇集成一部善本，没关系，老居士在序文里面的介绍，这个序文长，要多看几遍，为什么？认识这一部汇集本，他说得好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为这部经做了注解，这个注解是奉命而做的啊，老师的命令，他的老师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啊，嘱咐他给这个经做一部注解啊，这一部经汇集成功之后，夏老曾经讲过啊，念老亲自在会发挥当中谛听还笔记，啊，那么这注解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意思啊，表达的方法极其高明啊，用经论83部经论110一位古大德的法语，目的取信于当代乃至于后世啊，末法时期，今天我们看到了
啊，叶世基以前的人没看到，啊，李老师也没看到今天这个社会。啊，上一个世纪末他看到了，上一个世纪跟这个世纪，诸位看清楚，心里明白，差距很大了。啊，那我们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。跟我们这一代又有相当的差距。去世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这不是好现象。盛世的时候是一代比一代强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啊，认真修学的人多，认真修行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多啊，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啊，现在人干什么？取而代之的是电视，是媒体，是网络。啊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我，通通都被这些东西掌握住了。啊，从青少年到老人，你看看现在街上走走，啊，他眼睛没有看到路，他眼睛看手上的电视，啊，这个手机、网络。啊，他非常专注，全心都关注在这小手机上。这小姐播什么？我不得而知。但是有人告诉我，这里面的内容都是负面的，把人全教坏了。魔王波旬掌握了现代人心啊！他来找过我，啊，说我侵犯他的道场，没有得到他同意。我想想，我没有啊，我没做什么，除奖金之外的事，我没做什么事业。他告诉我，电视、网络，哦，我就醒悟了。原来今天电视、网络是魔王波旬的道场，那我们也用网络、电视来演播佛法，没有向他老人家请示，无意侵犯他的道场，他不知道是他道场啊，这才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我这边小佛堂给波旬
供了牌位，我也请他来听经，我也请他多发慈悲心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改邪归正，帮助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魔王能转回来，他能够做大功德。啊，那就是大菩萨了。啊，波旬就是佛经上常常说的欲界第六天的天王，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叫波旬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希望人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不回来了。他希望六道轮回里的人越多越好，那他统治的范围。啊，末法确确实实这一部经能度众生，而且有无比殊胜的效果。啊，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赞叹，难信易信，很容易修学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问题是难行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简单的方法，能成就吗？一句佛号能成功吗？能。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讲得最清楚。啊，第十八愿讲什么？生念必生。什么人？无逆十恶。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，必定堕无间地狱，造无间地狱的业。要堕无间地狱，那一口气还没断，临终的时候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，就能接受，就能发愿往生。啊，只要念一念、十念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。你能相信吗？一般人是不会相信，我早年也不相信。哪有这种道理？哎，还真有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太深了，我们不懂。啊，身在哪里呢？身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道理在此地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只是一念不觉，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信愿持名是大彻大悟，他的殊胜功德绝不亚于禅宗所标榜的、教下所标榜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。啊，净宗这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彻大悟，那个功力不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下，这一点你要懂，你要明白，你就不怀疑了。那
如果实在转不了头来，六祖慧能大师他帮助你，在谈经上的，他老人家开悟的了五句话。什么叫慈心？自信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诸佛如来如是，一切众生皆如是，平等，没有差别。这就是经中所评析的理论依据啊。说白一点说，你本来是佛，只是这一念迷惑，这一念迷惑放下，你本来面目就恢复了，不难啊。啊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。愿不愿意将放下这个模样做出来给别人看，也帮助别人放下，那就对了。放下得大自在，放下智慧就现前啊。为什么？智慧是本有的，像诸佛如来念念都是定慧现前。我们只要把烦恼习气妄想统统放下，就跟一切诸佛没两样啊！啊，我们的习气很深，如果不还留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外缘不好，它诱惑我们，我们不知不觉又堕落在其中，这才引起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，四十八愿建立一个大道场，去极乐世界，戒引我们往生，帮助我们成就。这个功德是称心的，称心的是其大无碍啊。什么功德最大？念佛的功德最大。无论你造作什么样的罪业，无逆是恶，只要你念佛，很容易消除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保障了。这个保障就是说，无量劫来所造一切业障，永远不会再起现行，不起作用。啊，通通控制住了。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，是阿弥陀佛帮忙的。啊，只要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受他保护。啊，而且到极乐世界，成就无比的快速。啊，因为他再没有磨难干扰，他再没有诱惑，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现在话说正能量，没有负面的，一生成就啊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
我们看下面的品题，受乐无极，第32品啊，在本经的顺序是第23啊，32寿命快乐无极，所以那个地方叫极乐，极乐的名称就从这儿来的啊，这四个字里头有极有乐，极乐是心。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，让我们有个归宿，我们的归宿就是极乐心。我们看念老注解本品啊，这一品经佛教用品，我们中国文字里叫篇啊，这一篇或者这一章跟篇章的意思相同啊，说明极乐世界受乐无极，啊，首先开头就显示彼土会众殊胜啊，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的人，也是我们说选择一个修学的处所，哪个地方修行最殊胜？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最殊胜。那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非常多啊，这个地方佛要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啊，劝我们往生啊，慈悲打基础啊，再没有比阿弥陀佛更慈悲的了。我们看下面这分为五大段，第一大段说依报正报来劝勉我们，这里是第一段，智德无量这两个词，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同修心里面的愿望，智慧德能是圆满的。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就具足这个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。啊，自信本有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？迷了自信，把智慧变成愚痴，把德能变成烦恼，变质了。变质的原因就是迷啊，迷而不究啊，怎么迷？眼被色迷了，
耳被声迷了，鼻被香迷了，舌被味迷了，身被触迷了，意被妄想分别执着迷了，全迷了，变成这个样子。今天我们起心动念，起的什么心？动的什么念？念头一起，无非是自私自利。都想自己。没有替别人着想啊，没有替父母着想，没有替妻子儿女着想啊，全是个人的厉害，还念念提防别人，防不胜防。你能防人，你防不过鬼神。你认为别人没有人知道，鬼神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清楚，你瞒过谁？还有迷得重的，纵有鬼神看到，我还是以为他看不到。还要干，不干决定不罢休，干到最后的结果是无间地狱，到那个时候后悔啊，迟了，来不及了。真有地狱啊！昨天晚上我们同修在一起，好像看了个观点，讲基督教，真有天堂，真有上帝，真有耶稣，不是假的。是个4岁小孩给我们说出来，最后教会大众都肯定，小孩说得不错。那么像这样的，宗教教育应当提倡。好啊，有凭有据。当时也有不少人怀疑，最后都能澄清，都能承认，这好事情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佛法的理论，包容一切法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你心上常常想上帝，上帝在；常常想神，神在；常常想佛菩萨，佛菩萨在；常常想圣贤人君子，圣贤君子在。想什么什么在。你要想忤逆施恶，那就是阿鼻地狱在。看你怎么想法，你想自私自利，
贪而无厌，我鬼道。鬼是贪心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占有，这鬼的思想。看看我们现在周边的，是鬼的思想多，还是佛的思想多？佛的思想就想阿弥陀佛，想极乐世界。他将来就现这个境界。说法好，你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这所有境界，善的恶的，都是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啊，与别人不相干呢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后面这一大段的经文，从32到37，这么长一段经文，我们把它采取做纨绔。你要什么有时间，不能读全经，早课就念第6品。48元，晚课呢就念32到37。这里面全是讲的因果报应。就这两段做我们早晚课就够了。无量寿经里头的精华，我们念念不忘，好啊。经中早晚课诵就是用这个经文，请看经文：佛告弥勒菩萨，诸天人等无量寿故，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佛告弥勒，念老说，盖从此品起，弥勒菩萨最为当机，阿难此时。这一品当机，就是佛所说的对象，说给什么人听呢？说给像阿难这样多闻的人听。那么又说是像弥勒菩萨真干的人给他们听。弥勒菩萨自己有净土，在欲界第4天斗率天，有不少人向往斗率天。好啊，到斗率天去亲近弥勒菩萨，将来弥勒菩萨在世界上成佛，他会到地球上来。那么弥勒菩萨这些弟子都像释迦牟尼佛、目犍连、舍利弗，都像这些人佛的大弟子，来帮助佛教化众生。好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别忘记，这个地方佛教弥勒菩萨修净土弘净土，他到哪里去？他到极乐世界去。斗率天的内院是他自己的道场，但是弥勒菩萨常常到极乐世界。那边有人想他，他就在那边出现。所以极乐世界菩萨要亲近弥勒菩萨，
很容易，一念弥勒菩萨就现前。独率内院里面的学生想见阿弥陀佛不容易，很难啊！你说哪个世界好啊？到极乐世界等于到弥勒内院，在弥勒内院不等于到极乐世界，不一样啊！得搞清楚，这个经文是证据啊！啊，所以说，经文三十二品以后是弥勒菩萨当期，在这个之前是阿难当期。阿难代表我们大众，啊，弥勒代表比我们高一个层次。啊，对他说的。第四十六品，佛告弥勒：“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复诸汝等，作大守护，守护。”这几句话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，弥勒菩萨要不要尊敬？要尊敬。他是佛的传人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，他现在在兜率天，等到机缘成熟他就下来了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八相成道啊，教化众生。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来？经文后头有说明啊，我们不着急，在后面会看到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了，佛把这个法门附托给弥勒菩萨啊，佛不在世，众生苦难越来越严重，谁来救这些人？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地藏王菩萨，《地藏经》上明白表示。释迦牟尼佛把他灭度之后，弥勒还没有成佛之前，这个空档里面是一个很长的事情，弘法利生的事情都交给弥勒菩萨。啊，弥勒菩萨代替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啊，我们看到两位大德，一个是地藏，一个是弥勒。地藏代表孝，孝亲；大乘从这里入门。弥勒代表慈，慈悲。啊，慈悲是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
去帮助苦难众生。那地藏菩萨示现在中国啊，中国的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、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、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、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，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，都起作用啊。中国人特别要理解，你看看中国历史，历史不能不读，不读跟前人断绝了。古圣先贤，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走到现在来的？五千年来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是这个数学。所以感应佛教流传到中国，感应四大菩萨常住在中国，没听说住在印度。释迦牟尼佛起源于印度，这些大后世大菩萨全在中国，印度没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记住，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、师道的基础上。正好这两样东西中国人独占了。五千年来，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孝敬。孝是以父母做代表，敬是以老师做代表，孝亲尊师。佛法是师道啊，我们称佛称本师啊，根本的老师啊。一般称师，出家人都称师父。是老师，出家人。修戒定慧，他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。现在衰了，没有人提倡，没有人护法，护法重要。佛法到中国是过往护法，是孝亲尊师，这个教诲把释迦牟尼佛接到中国来了，中国历代帝王护持。三无灭法时间很短，那是令人大致上你能看到，每一个朝代帝王大臣皈依三宝的人很多，都护持佛法，所以佛法在中国兴旺几千年来，从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到现在将近2000年，
啊，永平十年是公元67年，啊，到2067就满2000年了，现在距离很近了，啊，中国在佛教未来之前有儒道的教学，来了之后，佛教融入中国传化，做中国这个文化。说起中国传统文化，一定是儒释道，缺一不可，儒鼎三祖。啊，这三教的大德教化众生的，所以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时间太平盛世。啊，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上没有的，中国有。中国太平盛世走到最后，世界大同，确实现在是有这种趋向。跟外国不一样啊！啊，外国自古以来传说了，世界到最后是末日，是毁灭。中国不是的，啊，中国。我们从古籍里面所看到的，啊，我最后是走到大同，佛法也是走到大同，啊，我们有这个信心。啊，学佛的同学，就像这篇经所说的，这篇经是释迦牟尼佛。无比殊胜的教诲啊，真正教导我们一生真的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重视 啊我们自己有愿求生，我们要帮助世人，帮助地球上每一个人民，啊，都有这个缘分，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功德殊胜无比，啊。所以佛说的这个你看看，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这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，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这个看法，是一切诸佛跟释迦同一个看法，同一个想法，也同一个做法啊！今天要把这个法门付诸如登，做大事活，啊，你们要把这个法门坚持守住，要护持这个法门，故知弥勒菩萨当来下生，彼尊佛佛主宣言本经，宣是宣传宣说，以
也是表演，做出来。法师、长者、居士，讲经教学是宣的，传法啊，还得要表演。哪些人表演的？依教修行的啊，最好的榜样，海贤老和尚，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啊，自在往生净土，他没生病啊，丝毫都看不出。他要往生，往生的当天他是晚上走的，白天还在大菜园里去干了一天啊，去整地，去拔草浇水，从早到晚做了一天，没休息啊。啊，晚上太阳下山了，村庄上人看到老和尚还在田里工作，就告诉他天黑了，可以收工了，明天再做吧。啊，他回答大家，快了，我快做完了啊，做完了我就不做了。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这话里头有话，没人能听懂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请老和尚吃早饭，发现老和尚走了，才想起昨天晚上的话，啊，干完了就不干了。欲知时知，不要人助念。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：“啊，你什么时候走？告诉我们，我们替你助念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助念不牢靠，我不要人助念，我自己助念完，自己念佛往生。”啊，真的。那天晚上他念佛，老和尚念佛从来不敲银磬的。啊，往生这天晚上念佛都敲银磬。啊，敲到什么时候？大家都睡觉睡着了。啊，他走了。这是表演给我们看。黄念祖老居士是宣传本经，海贤老和尚是表演本经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前面第六品48愿，我们仔细看，跟海贤老和尚92年的持名念佛，你看看像不像印，你会很清楚很明白地看到表演。啊，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宣讲，海贤老和尚表演，你把这两个人合起来看，你对这部经上所说的就相信，你会接受，你会依教奉行，你在这一生当中会有圆满的成就。
我们看下面经文啊，清净微妙，这是小题目。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，若此两句话的意思很深。赞叹到基础，没得比。我们只要着重着安乐清净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做到极处就是微妙，微妙说不出啊。那这四个字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？四个字都没有。啊，我们现在的社会动乱不安。啊，现在人没有乐，只有苦。连饮食起居，真像经上所说的，饮苦是多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地球被染污了，人心被染污了，哪里有安乐？今天讲安乐清净，只有听佛说极乐世界有，我们这个地球上找不到了，这个要知道。下面我们看出去，微妙安乐清净者，慧素曰：庄严超绝，故云微妙。无有苦恼，故云安乐；无漏相，实相相，故云清净。我们把慧疏这一段注解简单的说说。啊，庄严超绝，庄严是我们一般讲美好。啊，超绝，超绝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称之为微妙啊，无有苦恼，所以说安乐。平安快乐，快乐从哪来？从平安来。我们的心不平，我们的身不安，为什么？我们用的心是妄心，我们有真心不会用啊，妄心就是造业，纵然是善业，也不过就是三善道啊，造恶业有三恶道，六道
多苦啊！啊，天道好，寿命长，人的福报大，有坏苦啊，就是他的寿命还是有数量的。时候到了，他还是要死，还是要堕落。没有真正的安乐，无漏相，是相相，这比较难懂。漏是佛门的术语，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无漏就是无烦无恼。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！现在人得大自在，这是无漏相。实相相，实相的反面是假相、幻相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梦幻泡影”。梦幻泡影就不真实啊！极乐世界是真实相，真实相是什么？清净相。真实相是不生不灭的相。哎，真实相还妙，有本自具足，这个妙太妙了。本自具足，换一句话是，你心想什么就现什么。心想事成，这是真实相。啊，极乐世界真实相，真实相是不生不灭。那我想他就现，我不想他，他就不现。得大自在啊！下面这是念老说的：“盖为极乐一切事相，皆是无漏的妙相。”啊，无漏，换一句话说，绝对不会引起别人起心动念，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智慧。起心动念是烦恼，它不生烦恼，直身智慧，耳闻声也如是，六根接触六尘现象，都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都是清净本然，妙不可言。又是相无相无不相啊，最真实表现出来的无过于电视，我们看电视上的屏幕，屏幕上所现的相就是此地所说的无相无不相啊。无相是什么？是屏幕。无不相呢？是画面。你看电视
能够把屏幕的无相啊，这个频道里的演出来的是无不相，通通能看清楚看明白，你就把它的真相看穿了啊。实相有，无相有啊，把屏幕关，频道关掉就是屏幕啊，这扇画面没有了，你看到是一片空白啊，这是无相。频道按下去，音声色相出现了，无不相。什么是实相？无相跟无不相是一，不是二，这里的话等号，空有不二啊。这是真相啊！你要这样看电视，恭喜你，看电视开悟了，看电视成佛了啊！只要你会看，看得怎么样呢？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成佛了啊！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是菩萨啊！再降一等。没有分别啊，这个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你是阿罗汉。如果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是有，你就叫六道凡夫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这电视是不是佛？是啊，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！念佛能成佛，参禅能成佛，看电视也能成佛啊！就是要把了看电视的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，就成佛了。所以佛家讲的有讲的真好啊！啊，法法都是平等，事法佛法平等啊，啊，真的假的也平等啊，可别执着啊，都是不可得啊，一切法全包罗了啊，电视也在其中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，不可得全放下，全放下就成佛啊，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成菩萨。佛不容易，难，菩萨不难啊，只要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把日常生活都看作是电视屏幕，你生活在这个里头什么也不计较啊，真正做到了于人无憎，于事无求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得大自在啊！那菩萨啊，再次一等的是阿罗汉。阿罗汉还有分别，还受干扰啊，他有执着，执着就造业啊，他要不执着了，他不造业了，虽有分别他不造业了，为什么？他放下了善恶两边都放下，自他二边也放下啊，随缘都是，心地清净清净到一定的程度，分别就没有了。
啊，分别没有了，平等就现前。清净平等都是真心。虽是真心，还不干净，必须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才叫圆满成就。所以修行修什么？他怎么成佛？不起心，不动念成佛。起心动念坏了，这个起心动念很麻烦啊！白天起心动念，晚上睡觉做梦，做梦也是起心动念，不起心动念哪来的梦？啊，可见的起心动念很难。化身菩萨才入这个境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把它分等级，41个等级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啊，那么这些，这把这个清净两个字说清楚了，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劝列为善，何不列为善？念道之自然，这是劝勉我，在这里出现那个自然，道是自然的，懂不懂自然的意思？我们看电视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自然的。如果看到真正的自然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什么境界？佛的境界，至少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是古圣先贤的境界。我相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老庄啊，再看远一点，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念道之自然，他们表演出来的啊，他们的生活细心观察，他们处世待人接物，完全跟道相应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自然，自然而然，没有加我一点意思在里头，这叫自然呢。加我一点意思在里头就不自然了，没有我的意思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善，至善。啊，你有个心去行善，这是造善业，果报是三善道；有心去造恶，是造恶业，恶业的果报是地狱、魔鬼、畜生。啊，阿罗汉能不造业了。啊，阿罗汉没有执着。啊，但是他有分别，他有起心动念。
啊，念道之自然，他是刚刚入门。啊，到平等心先前，他提升了。到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他就接近圆满了。啊，这个路是大道光明。啊，这个道里头，这个是包括中国的儒释道，包括世界上所有一切大宗教，都包括在其中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佛如是，尧舜禹汤也如是，文武周公也如是。世界上著名的这些宗教家，最初创始人也如是，都是念道之自然。那这个身体留在这个世界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就是立为善，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就是立为善的标准啊！我怎么做？帮助众生，利一切苦，得一切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去年六月，我到伦敦来访问，啊，上医院。召集有11位宗教师，不同宗教的代表跟我见面。啊，当中就有一位代表，我们在谈话当中，他告诉我们，无知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？无知是第一因素，这句话我很佩服。为什么会变成无知啊？为什么无知？没人教啊！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为什么每个朝代都有圣师出现？有好多人教啊。谁最教的认真？父母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把教育不是国家办，不是政府办，是教托给你家人办。你家的小孩谁最爱？父母最爱，祖父母疼爱啊！所以中国讲究家学，是教育的根呢。啊，你看古代建筑啊，中国人家四合院啊，到北京还可以看到啊，四合院一进门，大门口两个房子。左右那两个房子，那两个房子就学校，两个教室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，5岁男女不同学，所以要分开来啊，这中国人有智慧啊。啊，非常认真的，啊，国家只参只考试，啊，要用人才到哪里去选拔考试考选，啊，考选人才，啊，考取了，你看县考叫秀才，省考叫举人，殿试皇上做主考官叫进士。举人、秀才，都是现在所讲的学位的名称，啊，最高的学位现在叫博士，啊，中国古代叫进士，
啊，第二个学位啊，叫硕士。现在我们中国古代叫举人啊，本科毕业叫秀才。学位的名称呢、啊？啊，最爱你的子孙的是你家的家长，所以家长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学，那个礼很重啊，行大礼呀、啊！啊，如果这个家当家的，大概都是祖父、曾祖父，他们当家，高祖父不管事了，不问事了，年岁太大了。啊，这些可以说从当家一直到你的父亲啊，老借请老师请来的时候要行大礼啊，在什么地方接待？在祠堂里头接待，老祖宗的面前啊，拜了祖宗，拜了孔子啊，至圣先师，请老师上座，在家里头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都向老师三跪九叩首啊，这些小孩在旁边看到了，你敢不尊敬老师吗？啊，你看看你家的大人对老师怎么恭敬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上课，第一堂课上什么课？尊师重道。现在没有了，所以老师教学也不负责任，没法子教。古时候在这种礼节之下，老师不认真教，对不起人家了，对不起他们祖宗啊，要认真啊！啊，老师教出人才出来，那很得意啊！啊，学生当中考中状元的，考中举人的，啊，老师的光荣，老师的荣耀，啊，状元，回家祭祖。啊，拜了祖先之后，接着就要去拜老师。拜哪个老师？启蒙的老师，他放在第一位。啊，要感谢老师。啊，现在的都没有了，没人知道了，也没人讲了。没人讲孝道，当然小孩不知道孝顺父，没有人讲师道，没见到过师道，所以对尊重老师这个念头起不来，这是大问题啊！我们知道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啊，孝以父母做代表，敬以老师做代表，把孝敬两个字推广到天下，对一切众生都有孝敬之心，孝负责，认真负责，而敬不敢怠慢啊，那我们再回想，这个教学在中国行了五千年，从皇帝算起，4500年。啊，通常我们讲五千年，从伏羲，皇帝之前
有佛系神农啊，佛系五百年，神农五百年，这一千年啊，加上后面从皇帝到夏商周三千年的啊，延续到我们今天这五千年的有历史记载的啊，五千年中国人都是接受这个传统教育，而且会认真立行，造成盛世。这个盛世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的好榜样。所以中国在过去有形无形都是影响全世界。啊，现在我们得麻烦了。我们被外国影响了，没有办法影响全世界啊，被世界影响了，把中国传统化打乱了啊。今天我们又遇到圣人，谁是圣人？我们同学在此地冷静观察，校长是圣人，学校是圣人，校长理解啊，把汉学介绍给学校，这些教授们，这些工作人员，他们能够接受，这都是圣贤啊，不是圣贤君子不能接受。我们要珍惜我们遇到这个缘，我们同心协力啊，恢复中国传统文化，这是生机啊，这个土壤种下去能够发芽，能够长成开花结果啊，这就是像佛法里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遇到了，这得庆幸啊，遇到不错，我们自己有罪过，遇到就得干，遇不到不错没关系，没缘，遇到也不错的话是错了啊，遇到就干，这是什么大慈大悲。中国人说佛说大慈大悲，外国人说上帝爱世人，真正能够爱世人那个人就是上帝，上帝的代表啊，我们对中国有信心，对传统文化有信心，能帮助全世界啊，就是我们自己从小看到啊，亲自体会到了，随着年龄的长成，这世界的变乱我们通通看在眼里啊，心里头明白啊，怎么恢复？第一个要恢复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因果的教育，然后再恢复神圣的教育，神圣的教育在中国就是儒释道，
在外国就是宗教教育啊，经典教育，灾难可以化解，动乱也可以化解，安定和谐，大同世界可以实现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些经，这经典读的时候要变成行为，变成思想，起心动念想着这些啊，认真努力去奉行啊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，希望人人都参与，世界大同就能出现。所以要离为善啊，纵然不出六道轮回，决定不堕三恶道，这个人就有智慧啊，这个人有德行啊。念道之者，解释念道者这两个字，念老的注解是：念道之者，念道这个人自然往生，明念自然啊。又会书里头说：何不二字极劝至此，为什么不肯？这两个字就这个意思啊，你有机会遇到了，为什么不肯干？这是劝勉我们到基础啊。啊，即同二义，这两个意思就下面说的，善有二种。一个称名念佛是为善本，这一句要紧，千千万万要记住。我们行善，今天考汉学院是行善，在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，这不是善本，啊，这是善心。我们有义务要帮助苦难众生，要帮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在这个时候断绝。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有这个认知，我要从培养小孩，要从儿童抓起，这叫扎根教育。啊，二三十岁进来的都是半路出家，半路出家的人习气很重，财色名利这四个关口，这 四大障碍，你能不能突破？你要不能突破，你就被淘汰掉了。啊，发现的人不少，被这个东西淘汰掉的人也不少，这我都看过，都看到。啊，我很痛心，看到了很可惜。啊，的确不错，古书念得很好，讲得很好，劝人头头是道，但是自己这四个关口没过去，最后都被淘汰掉。啊，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三途恶道去了，那多可怕！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学善学行，首先要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放下。啊，我劝同学，
我们才用真心，才清净。外面表现的努力修孔子，温良恭俭让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能把这五个字用上，人人都欢喜，人人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，啊，都赞叹你，都佩服你，啊，真正的好人，为人温和，啊，心要温和，言要温和，行要温和，要善良，要恭敬，啊，要节俭，啊，对自己要节俭，对别人要大方，要能行布施，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啊，最后要懂得让，啊，要礼让，啊，看到有比我更能干的人，我愿意把位置让给他，这是大功德。我要做的，他带我做了，啊，我要感恩他，我要协助他、帮助他、完成他。为什么？那是我们的愿望，他替我做了。啊，这十个字好记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温良恭俭让，念念不忘，时时刻刻反省。啊，晚上睡觉之前反省，我今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有没有跟十个字相应？这是真因修行。啊，比每天坐在佛像面前诵经拜佛功德还要殊胜呢。我们以这个功德啊，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，你说能不能往生？肯定往生。啊，念念把众生的苦难放在心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就是救苦救难的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一个心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建好了，啊，学校有了，老师有了，我们到处招生，到处鼓励大家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善本啊，称名念佛了啊，对，广行诸善，回向得生啊，凡是正法，凡是传统文化，不是负面。我们都要做啊，随时随地遇到了都要做啊。如果只是行世间善法，把往生这个事情耽误了，那很麻烦，还要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里头不说别的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障缘从哪来的？就是冤亲债主上来的，他来障碍你，他来诱惑你，他来破坏你，难啊，太难了，所以经不能不讲，
讲什么？劝导大家。每24小时啊，讲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提醒不能少啊！啊，一个星期不讲经，一个月不讲经，造作那些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自己都不知道啊，非常可怕。啊，所以下面讲道，道是所念，也有二，一个弥陀本愿。那最直接的就是第六品啊，48愿。其他的记不住，这个48愿要记住。啊，这是他力大道。你看，不需要借自力修善，一朝直入，这叫自然。啊，我们应该这样，断一切恶，行一切善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不希望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、名闻利养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我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就行了。啊，世间这些荣华富贵，谁要就给谁，欢欢喜喜给他。啊，真正做到。这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来断恶修善，来教化众生。我们的榜样是诸佛菩萨，我们的榜样是各个宗教的圣贤，啊，我们的榜样是孔子老庄，孔孟老庄，就够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那么自然还有第二个意思，三乘所证道无为自然，信。不造作，故一名自然。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性是自然的。为什么？没有起心动念，就叫自然了。起心动念就不自然了，分别就更不自然了，执着那就糊涂到所以然了，那不是自然，这自然好。要真干，要时时刻刻勉励自己啊，自己要做榜样，做给别人看啊，带头干，志同道合一起来做，这很难的，这个机会就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就这些啊，这个小团体刚刚发芽啊，像种花草树木一样，刚刚发芽，要非常珍惜啊，它很软弱，经不起挫折，要善心
善行保护。啊，自己如果不是真正看破放下，很难。啊，要真的学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张家大师，我跟他认识头一天，我问的问题，他解答的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所谓看破，就是你看到事实真相。啊，然后你就知道哪些是该放下的，该放下的统统放下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后面念老的总结好，自然虽乎而已，正在初矣。啊，虽然有两个意思，真正的是初矣。啊，初矣是什么？是弥陀本愿，他力大道，不及自力，夜超之如。自然呢、啊，这是此地后头还要讲，总共讲了八个自然。这是根本，这是根本啊！所以我们将来的成就都是自自然然的成就，不费一点力气啊！真的，再次的提出就是障碍，障碍就是放不下，放下障碍就没有了，自自然然通达一切善法，自自然然通达无上道啊！啊，这个小团体，人人都能向自然，向着自然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